刚刚呢，各位，你从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啊，你看到这个我的档案，你可以发现就是像我这样子，为什么我留这几个？这上面是有凸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下面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是不是有凸这样？也就是说，现在下面这个空间是不是要放上面这四个圆圈圈，对吧？因为我两片要合起来啊，我们两片合起来的话，是不是要有这个空间可以让它放？好，让它放。那我用这个颜色就是方便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这边你有发现我有用油漆桶涂这个颜色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涂这个颜色吗？因为涂这个颜色方便我怎么样，跟下面敲敲敲的时候，看我有没有敲到那个边边啊。就是不是只是眼睛看而已，事实上就是我在实际在操作的时候，主要就是看我有没有敲到正确的地方，好，正确的地方，因为我不能敲太旁边，敲太大，敲太大的话，你看用这样，我是不是就知道我敲到这边就已经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待会它就是两个模型组合起来之后，这个凸点是要对到这边的凹点，对不对？哎。所以其实做这个是比较麻烦的，但是你可以发现，就是说 3D 设计确实可以做比较复杂一点的东西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模型如果你觉得可以参考一下的，就可以试看看。